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这个有时候啊，疾病啊，它是在某一个点我们所看到的，可是整个的一个过程中啊，因为点的切入点的不同啊，有时候可以看到的面貌就不太相同。譬如说有个病人啊，他出现一开始的症状是背痛，然后接着是下肢的一些有时候运动的一个障碍啊，感觉有点点怪怪的那个情形啊。那时候啊，就到外面的医院啊去看的时候，就给他照了一个背部的 X 光，这是之后他们做了一些处置以后的 X 光片啊。意思就是说，当时看到可能啊，觉得这个脊椎骨之间的一个稳定度啊有一些问题啊。那这个稳定度有问题，是不是造成他下背痛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啊，就给他打上了这个固定器啊。在他的这个腰椎第四跟第五节啊，那是不是透过这个来解决他背痛的这个问题啊？那结果开完刀以后，背痛，好像过一阵子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然后不止这个背痛的问题没有改善呢，这个无力的状况啊，更加的严重，更让人家得到的一个警讯就是说，不只是下肢这个无力啊，连手也开始出现麻跟无力的一个状况也出现了，这个一惊。这下非同小可啊，这个表示啊，事实上背痛有时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我们从他的一个慢慢跑到上肢来的这个情形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这个绝对不是腰椎这个地方的一个问题啊，可能更高位的一个问题啊。于是辗转到医院来以后啊，我们神经外科的医师啊，给他做了一个这个核磁共振啊。我相信呢、这种检查看在眼里啊，很多的这个病人啊，很多人也可以把这个病因给它解读出来，这个不对啊，这是我们的脊髓的这个地方，神经的地方，这是脊椎骨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要往后面，所以脊髓神经是在脊椎骨后面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到这里不对啊，怎么白白这一片啊，这就是肿瘤所在的一个位置啊，而且这个肿瘤非常非常大，已经把这个整个一个空间几乎完全占满的这个状况，所以临床上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个病人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从旁边这样压迫到的，所以临床的症状可能压迫到的神经是管这个下肢的一个神经啊，所以那时候开始出现这方面症状，但是随着这肿瘤越来越大的情形的时候啊，那么压迫到的神经啊，就包括上肢的这个神经啊，当然感觉的神经也会影响到，所以临床的症状就会往上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位置啊，我们要去怀疑的点绝对不是在这个腰部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个横切面来看的时候，这个是在前面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在后面的这个皮肤啊，那么这是脊椎骨，那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脊髓神经应该在的位置啊，绝大多数都已经被这个肿瘤所占满了，而这个空间是如此之小啊，所以里面有这么大的一颗肿瘤啊，当然这个脊髓神经啊，它会哀嚎啊，它会厌恶啊，它会用疼痛、麻木、运动方面的一些障碍来呈现出这方面的一个不舒服啊，所以临床上知道这么颈椎的一个位置有这么大一颗肿瘤啊，所以神经外科的医师啊就开刀进去啊，把这个肿瘤给它切除掉，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是把这个外面的脊髓外面有这个脑膜一样有脑膜，把它分开，可以看得到肿瘤所在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啊，占的一个位置非常非常大，所以啊需要这样很仔细的、细心的把它跟周边的组织啊好好跟它分离以后啊，才有办法把这一个肿瘤啊所占的位置，我们知道正常的也就是这么大而已啊，可是它占的位置啊已经把整个一个神经啊，脊髓神经啊，而那个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神经啊，所占满的它原来该占的一个空间的时候，这个临床上症状当然是会非常非常严重啊，所以这个后续啊，这个病人的一个症状、才有办法好好慢慢的
得到改善。但是如果这时候这个病人已经是四肢啊都是瘫痪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肿瘤切除以后啊，这个帮忙啊就不是那么样的大。所以啊，临床上一个症状啊，我们有时候啊，如果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的时候，大概还要去寻找其他的一个原因啊，这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个案呢、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同样的这个核磁共振啊，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脊椎这个地方肿瘤在这个地方啊，这临床上也一样出现下背痛，然后啊下肢啊有一些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障碍等等，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临床的一个症状，所以啊这个就比较早一点了、啊，能得到好的一个治疗。我们从正面的这个影像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肿瘤事实上也不小。占据的一个位置啊，是在腰椎这个地方。这个一样，神经外科的医师啊，就把它这肿瘤剥离以后，这是把肿瘤拿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经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大家想象中的神经啊，事实上啊，这个不是说一条很粗的那个东西在我们体内啊，它事实上是蛮细的。所以尤其是脊椎那个空间啊，它是旁边都是有骨头包着，为什么要有骨头包着？就是一种保护的作用。但是保护的同时，它也限制它的空间。所以如果它要往里面有肿瘤的时候，它这个变大起来的时候，神经就会受到压迫，而临床上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个症状。而这个肿瘤到底是从哪里长出来？这个神经是不是神经细胞自己长出来的一个肿瘤？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经里面呢、啊、有很多小小的一个神经纤维，纤维包围起来，有这个小小的，好像一个管路一样啊，那旁边有这个很像我们电线的外面绝缘的东西包住啊，更外面有更多的这个绝缘的一个东西啊，把它包住啊，那这个就是一些结缔组织啊，那这个结缔组织啊，就有可能产生出肿瘤出来。所以事实上，它不是神经纤维、神经细胞本身所产生出来的肿瘤，而是周边的这些组织啊，它所形成的肿瘤啊。但是、啊、反正他们是固定在一起的，所以它在里面长的时候，当然会影响到正常我们神经的一些运作，会造成一些影响。那这个刚刚提到是我们脊髓这个很大的神经啊，事实上我们神经无所不在的，那别的地方我们肢体的地方也是有可能会出现出这种所谓的神经瘤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病人是在手肘这个地方来、我们把它开进去以后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啊，这也是一颗看起来蛮大的，可是我们请大家看，这个是神经比较正常的地方是这样子啊。那神经一颗是在这个肿瘤，是把神经整个撑大，但是这个开刀的方式并不是把两端一夹，然后把这个肿瘤整个拿掉，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啊，把神经管道一起跟它截断，这个会造成临床上很大很大的一些运动方面或感觉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会产生出来。所以这个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好的就是说瘤啊跟正常的组织跟它分开呢？事实上是可以的。像这个病人啊，我们给他分开，大家也看得到这个神经瘤啊长得还算是跟周边的一个界限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把它拿掉以后啊，这一颗这是就是一个神经的肿瘤啊，那么神经瘤啊，可是旁边的神经啊我们依然可以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不会对它的一个后续它所支配的这个血管啊、神经这个肌肉啊感觉啊这个方面造成异常啊。所以这个只要在很仔细的一个剥离的一个状况之下，尽量保留正常的一个神经，才不会造成一些影响。那这些瘤刚刚讲在脊椎里面瘤，它可能压迫到神经，就会表现出这个肢体的这些疼痛。那如果是刚刚讲的这个在四肢的这些肿瘤的话，那基本上它也会因为压迫到神经，它是局部神经的关系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摸到这个硬块，然后我们直接稍微用力压的一个结果，这个病人会告诉我们说，哎，奇怪，这个地方会麻，它并不会造成这个肢体的运动方面好像麻痹的状况，但是感觉有异常的这种好像电到的感觉，尤其是电到的感觉啊，在局部触压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很明显的时候，我们要高度怀疑是神经这方面长出来，那这个开刀过程中也就要更加小心了。像这样的病人一样，看起来这个神经啊是这样子粗粗的这个状况啊，可是事实上肿瘤是占绝大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肿瘤拿掉以后，这个神经啊依旧在啊，只是没肿瘤啊，那这个结果会对病人造成比较好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小小一颗肿瘤啊，有时候位置不同，它产生临床的一个症状啊会差别很大，那么及早的一个治疗还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啊。所以啊，这个神经短路啊是蛮可怕的。
线路，家里的线路啊，也不能让它短路啊。除了这个以外，注意用电安全以外，也要注意到啊，是不是晚上啊，这个电器用品啊，我们要节约能源，把它电源线关掉啊，也让这个社会经济啊更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